今日唔知点解得一只咧，可能另外嗰几只怕去揼鱼啊。咁你又醒啦，我带两条萝卜俾你食。嗯，好正好正，快啲劈下佢个鼻啦，劈下佢个鼻啦。呢只都唔知叫咩名啊 ，Ricky 系咪啊 ？Ricky， 咦系，得翻一个啊 ，Ricky， 咦咁就奇怪啦，即系另外嗰两只唔喺度住啦，搬走咗啦，因为以前有三个牌噶，系、really? 啊，嗰只写住咩？哎呀，我仲要啊！